你要干什么？等了那么长时间，没声音。我们分一块。嗯。半部分的，半部分的。 加热吃的，哪个加热吃的？这个，拿点不加的，就拿点喝的。这个是。哎呀，我给大家宝贝吃，给他搞个火腿吃吧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那就不放啊。 不是这样的，炸一下肉好吃，嫩好吃。没办法，生活所逼呀。不是，肉不大了，我们这个没办法，让那帮放一点小菜，好，好嘞。 真的好多人在我家拍，我也是要拍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们在拍什么，反正好多人在我家拍的。说话，说明我做的还可以，不做的不可以，你就得拍，他也不拍了，对吧？呵呵，好多人在我家拍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这怎么？你也知道，每一次我都排队的，还推不推荐，我也就这样了，是吧？他等于也是在给我做宣传呢，是不是？ 阿姨都在这干十几年了。嗨，你好，我就在我的位置上。你看我哪都不跑，像他们这跑，我那跑，我从来不跑。跑它干嘛呀？就是就忙着做吃的，每次都跑累的。 两份河粉带走，都要辣椒的，都要辣椒啊，要微辣啊，中辣哈，我们打包带走哈。